喂喂喂喂喂，用手机播，有手机播了，手机播了。来，这样子看着你们亲切吗？盯着你们看行不行？盯着你们看。灯牌亮起来。欢迎宝鸡们回家，宝鸡们。用手机跟你们亲近一点嘞，像在你身边一样，是不是？跟你在视频一样。谢谢沐雨，好多好多的亲吻。看看你们送啥礼物都能看到，真的是。欢迎大家！完了，猴哥，这真的是凉了，用手机播才1万人呢，天！才1分钟1万人呢，才不像1分钟也有3万人。谢谢无心，感谢感谢方仔姐，谢谢大家的礼物。凉透了，还是18000。我是不是开错号了？我的天哪，才1万多人，怎么回事啊？这个用手机播就只有铁粉看我吗？真的吗？用手机播只有铁粉看吗？啊，猴哥啊！感谢创起哥，感谢。来，一起把你们灯牌送一送。感谢木然哥，真的这个人上的非常的慢啊，1000一千的上。哎呀，用手机播就是这样，想跟你们亲近点嘛，他又想跟你们亲近点，但是呢人气就太低了。本张专辑由小欢为您独家放送，小欢 QQ 2430020009。感谢船长哥，欢迎船长哥，总是迟到。嗯，每次说想给你们那个特别的东西，每次总是想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发现好难。感谢方仔姐、欧阳姐，感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啦！双击屏幕点点赞呢！赶紧的，不能关美颜，不能关，不能关，太吓人了。来唱首歌吧啊，上人比较慢一点，但是还是能上上来的啊。来，我们唱一首，唱一首，唱一首什么歌呢？都在路上呢。20万不可能哦。谢谢半条被子啊，感谢你的开通的这个会员，感谢啊。哎呀，这可怜兮兮的，说是大主播呢，说是大主播，猴哥那个啥，65个人加我的会员，知道不？来，晚上好，8万人了，一起上10万人好吗？我们来唱一首歌，来，唱一首什么歌呢？都在路上，都在路上，我迟到了，你们就不等我了，是不是？谢谢我船长哥。来吧，唱一首9万人了，哎呀，还能到10万人呢，没想到用手机播啊，也不错了，用手机播能到10万人哦。我们唱一首。猴哥唱一首什么歌呢？什么大风吹啊？什么？我不唱大风吹，在他乡啊，我要唱提笔忘情。来一首提笔忘情好不好？10万人啦！什么大风吹不唱了吧？他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豫在。今天有没有手机播就可以跟大家连麦一起玩了，是不是？不然老是相机不会嫩。
谁能预计后果，常无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笑已见风云过。很厉害了，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了，来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啦，给我弄了一个好哥大脸蛋。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家人们，我听说那个手机点赞是双倍的，是不是吗？家人们，手机点赞是双倍的吗？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双击屏幕，哎呦我的上帝了！休息了一天，又这样哑了，家人们。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慌张，雨滴一声声，天落的秒针，一场狂风发生，雾处冷雨风，透梦墙深入梦中，我两手空空。
谁能轻易来来来，好看吗？家人们，不要这个火了，猴哥，这个火去掉好不好啊？火去掉。谢谢大家，一首《秒针子》送给你们，《秒针子》啊，《秒针子》，喝口水。来，家人们，我们来干嘛呢？人气稳得很稳，十万人一直稳着十万人，你们知道多难吗？真的是一个人在这播太难了，真的厉害吗？猴哥平时用相机播，一下就掉到只有几万人了，今天稳住了，来家人们稳住了，来我们继续来唱歌，不能掉到十万人，掉到十万人我就去连麦去了啊，好吧，不能掉到十万人，你们陪我啊，来我唱一首护花使者，护花使者，家人们来，头顶上黄赛线还没到一万人，助力来！双击屏幕，今天的赞赞能不能突破5000万？5000万行不行？哎呦我的，我嗓子喊哑了。等一下他们说唐毅只会大喊大叫，嗯，真的，你真的说对了。湖南人说话都很大声的啊，因为我们比较豪爽，嗯，对不对？豪爽的人说话就大声啊。已经助力了，谢谢。来唱一首，唱一首，唱首啥玩意儿？家人们，你们说吧。麝香夫人吗？不想唱。我不知道唱什么了。啊？桃花朵朵开。桃花运呐、啊！桃花运来，来首桃花运。刚刚有好多桃花掉下来，祝我们直播间。哎呀！怎么我突然变黄了，我的脸怎么了？因为我的脸是不开滤镜的啊，我的脸是很自然的那种，我想要清楚一点，我不开滤镜的啊。哎，又白了，这怎么会变来变去？一首桃花运送给你们。红吹到你满树花，喜鹊之口叫喳喳，天山的帅哥呀走了桃花运，个个都想嫁给他。风吹点赞的全部走，桃花运来！好好唱，好好唱。豪哥，我太喜欢用这个手机播了，感觉好好啊！但是必须要站着才行，站着才有感觉。好好唱，来好好唱。风吹桃李满树花，喜鹊枝头叫喳喳，点赞的帅哥呀走了桃花运，个个都想嫁给他。风吹桃李满树花，喜鹊枝头叫喳喳，点赞的美女呀走了桃花运，个个都想看上他。哎呀呀，走了桃花运，个个帅哥都看上他。晕不晕？你们看我晃来晃去的，点赞点赞，快点点赞，一起点到2000万。
猴哥你的歌太好了，这首歌点的太好了啊。还有什么歌吗猴哥？谢谢强哥，感谢。累了，这比我大舞台累多了，姐儿们，比我大舞台累啊。这没办法，这是为我，这是我的歌啊。谢谢谢谢，英雄本色啊，感谢。来，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我温柔的说话的时候，大家就喜欢，就不喜欢唐毅太疯了啊。不喜欢我太疯了，是不是？谢谢大家送出人气票。本来难看，在你身上穿就好看了。好看只有人刺眼睛，那这样不刺眼睛了吗？进的时候是有人刺眼睛，看到头晕啊，是不是啊？怪不得你们都走了。这个本来就是这个颜色的，天生丽质，没办法。哪里都有我桃花，但我心里只有他，吃了天鹅的臭青蛙。天生丽质没办法，对待玫瑰我装傻，只爱我的小冤家，天涯变相公众骂。赞赞有没有2000万了？还没动呢，人气票出2万元就你了，2万元来，一起出3万人。回头丢掉一包表，万人颈椎一上套，吃龙馒头和面包，依然要摆小蛮腰。是爱声音一音包，我不爱的我不要。看人不要看外表，虽然我也心眼好，天生丽质没办法，哪里都有我桃花，但我心里只有他，吃了天鹅的臭青蛙。天生丽质没办法，对待玫瑰我装傻，只爱我的小冤家，天涯变相公众骂。天生丽质没办法，天生丽质，人气票送一送，那个灯牌送一送来。虽然我也心眼好，天生丽质没办法，哪里都有我桃花，但我心里只有他，吃了天鹅的臭青蛙。天生丽质没办法，对待玫瑰我装傻，只爱我的小冤家，天涯变相公众一马。天生丽质没办法，哪里都有我桃花，但我心里只有他，吃了天鹅的臭青蛙。天生丽质没办法，对待玫瑰我装傻，只爱我的小冤家，天涯变相公众马。天生丽质没办法，对待玫瑰我装傻，只爱我的小冤家，天边上公主吗？感谢铁公鸡啊，谢谢我的四个家们送出人气票，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双哥。我们湖南人真拼，对，我们湖南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吃得苦掰得满耐得烦，耐烦嘛，我觉得湖南人的脾气还是没有那么好。吃得苦掰得满那是真的啊，天生丽质。一把年后醉一黑，怨鬼不怕旁人不服气。谢谢叶哥，感谢叶哥。来，我们来一首《天下有情人》。爱是你初开的时候，那一群身旁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是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要有情人才不能够说再会。
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还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还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还是一滴擦不干说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什么时候它才让人双双双飞，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一阵盛放的玫瑰，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世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交友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谢谢，感谢大家啦的停留。我一吹着风扇，我鼻炎就犯了。拿点不吹又不好看，来，家人们，我们去连一把，然后我们，谢谢叶哥送出的，哇，好大的红包，家人们，左上角，叶哥发了个好大的红包。最后三十秒，最后二十秒，人气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十五秒，好，谢谢叶哥给我送了好多人气票啊！谢谢。还有多少？还没到啊！来，哇！谢谢叶哥给我送好多好多人气票，谢谢！感谢我的彩虹团的家人们，谢谢大家。流下了泪滴，不论风雨再大，从来不离不弃，陪我迎来彩虹绽放的美丽。感谢大家，真的谢谢，爱你们哦，爱你们哦，拿下。好了，谢谢，好听，感谢。非常好，一起助力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谢谢。来开麦，欢迎老板们，开麦，开麦。还有黎晨哥、西南哥，人生不会个月亮啊，不错。哇塞，还有老板们拿第一啊，还有陈蔡多多啊，还有蒙圈人气，拿了前十秒。必须的，昨天第五名，今天第七名。可以了，这个点啊，好多好多厉害哦，好多厉害的主播。太难。太难抢了，杨浩家的这个凝聚力也是非常厉害了啊！谢谢老板。啊，那个，反正就是跟老板连上麦了。昨天说那个话一样，就是感谢我们老板那个给杨浩这么华丽的舞台。好多好多一切杨浩没有的，还有杨浩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老板给我好多好多啊，真的是对我太好了，谢谢我们老板。你 hold 得住呀，漂亮的老板，美丽的老板，你还有更好的，谢谢然后加油，我会加油的，老板，加油，我会，那你们去做人做那个内容去吧，然后咱们家妹给杨浩点关注了，点波关注了，一起瞄准杨浩来，谢谢咱们彩虹团的实力唱将、颜值偶像，还有。人品也是杠杠的，非常懂得感恩的一个小伙子，家人们给杨浩点点关注。谢谢老板，谢谢我们213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谢谢，好，加油拜拜加油啊，继续做人气、好的，好，加油，先到这里，拜拜。好，拜拜老板，拜拜。第十名。第十名是。别变红色，谢谢我们所有的213家人们啊，谢谢，来我们连一下付慧吧，刚刚
刚刚连他那个啥。哪啦？你好，富贵儿。唐毅啊，你怎么老这样？唐毅啊，你好，富贵儿，你听说你拿下了这个刚才小时榜的人气票第一名？唐毅，你好像是刚前一个小时第一名吧？啊啊，同喜同喜啊！同喜同贺啊！啊，同喜同喜啊！同喜。他们说你要下播了是吧？啊，对呀、啊，我一天就播两个小时，要不然受不了啊！一个人唱太多，受不住了。嗯，那我们再切磋呗。哦，误了，这两点都是 PK。哦哦，天哪！你一会儿，你要不要马上挂掉？没事，我今天不 PK， 我没条件。我也不 PK， 因为那个我已经答应了大家，就是我不会打 PK， 因为那快点挂了。这个平啊，行，没有，咱俩可以，唱歌行不行？可以啊，我们唱首歌吧，好不好？行，唱歌，或者是还有没有？要不然就我们连四个人。可以啊，没问题啊。我看看怎么连啊，我怎么邀请？哎，我可以用手机，完全可以操作。等我一下啊。啊，你今天是用手机的吗？用手机不？哎呦，这个不行，我带邀请啊，我这个我可以。关键是我你想邀请谁？我这可以邀请。哎呀，我天啊！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好友。你没有好友？我跟你说，我也是找不到朋友连麦。你带我认识一点，认识比较那个优秀的歌手吧。我跟你说，我都真的不怎么连麦，我除了连我自己公会的，很少连外面的。是这段时间呢，就是连一下。我也没什么朋友的，我不怎么连麦。花姐在吗？我前两天花姐在，但是花姐不接受。你们能去花姐那说一声吗？让花姐跟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呗。花姐，家人吗？哦，跟花姐那边说一下呗。因为我总唱她的歌，然后还没见过她的人。花姐，你看看家人们去花姐那，你去能不能连？我拉不了她，她那个不接受连麦，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都是自己出去玩，没事，那咱俩先唱吧。就剩咱俩了。咱俩咋整啊？咱俩会不会就是那种孤在抖音上孤独终老？就最后剩咱两个人。幸好还有我们两个，还有一个朋友啊，还有你。孤独终老，我都快真的是每次我说他们说打一把，我连搞半天，我说哎不连了，找不到，就是那种真的好难找。嗯。哦，有人还问我说花姐是谁？你没有听过？哐啷是一种态度。哐啷加起起。是啊，那我们先唱吧，你先唱吧，我们两个好不好？好好好啊！他们居然说喊连小鬼哥，小鬼哥，算了吧，小鬼，你看他要打我，不，我没有条件的，他不要打我，我太没面子了，不。那我也找一首歌吧，啊，我先唱一个，叫我在文化村等你吧。白小白老师啊，我看看啊。他在吗？在。猴哥，你先唱吧，我们俩先唱吧。这四个人是很难唱的。他们来了，到时候咱们再唱，没关系，反正怎么都是唱。来，我在文化村等你，送给我们两个家的宝宝，欢迎咱们家彩虹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连 PK， 也可以连，可以连。花开了，你在哪儿？快快来看花，还在等什么？我美丽的花已开满月，我在文化村等你来。花开了，你在哪儿？花香飘世界。花儿都笑脸，迎接八方的
你到来，我在文化村等你来。梦里的文化村，秀美的都江堰，欢迎你闻花来，神奇的世外桃源，浪漫的文化村，古老的都江堰，欢迎你赏花来，许下最美心愿。梅花开，梅花舞，全街音乐，清晨绿街来许愿，别宿舍，清晨散下来休闲，到四川畅游都江堰，到四川文化村里闻花来，到四川四川话说起来，到四川肯定情歌唱起来。泡沫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江。城有月亮弯弯，靠你溜溜的城有。哇哦，好，谢谢。PK 连不进来。哎呀，没有，那花姐想进来，咱们我们叫 PK， 他连不进来。哎，这个歌是一个什么两首歌在一起了？对，它是一个广告歌曲啊，但还很好听。对，很适合你唱。对，唱四川的。嗯，改连线了，我们俩怎么改连线了？我不知道。你看看，就是好像挂掉，然后我连你，我会连线。这样子是吧？嗯，可以吧？那就又挂了吗？我找你连线。要不然我们两个连完这把，改天吧。好。可以可以啊，就不能直接改连线吗？我这样直接改连线，断开 PK， 好像得等时间结束两分钟。花姐在连麦呀，花姐想进来，那我们那重新连吧，好不好？好，好的。怎么连不了？等一下，我挂，来挂，别挂，别挂，我看看。这里能不能这样邀请、哦、我应该能邀请他。可以可以邀请，可以直接邀请，好像是。花姐你看 PK 结束。PK 结束吗？浪狂浪狂狂浪。可以邀请。我们两个。还又在 PK 了，不跟那个是完了。那你来个你来一首吧，好不好？行。我们要唱。来宝宝们，我们给唐老板点点关注。我最喜欢的女主播，她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一下天，好不好？我唱完歌了，聊一下天，咱们聊会天。好，我来唱一首，唱这个吧，唱一首这个《海阔天空》来，好吧？就咱俩玩。就咱俩玩儿、刚听我寒云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目飘远方，风雨里最近我里分不清远走，天空海风你与我可未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气过个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又有所属的感动，不知不觉已偏袒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你
今天我寒月里寒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屋飘远方，风雨里最近我泪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风你与我好未必，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又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我先唱到这里吧，你先唱一段吧。我也敢，居然连麦的时候我也敢唱粤语歌，胆子太大了。他们直接，我们家粉丝直接说了，说唐老板的粤语比你强太多了。我们就是纯粹五十步需要一百步，真的都差不多。不是，我那个粤语可能只两毛钱都不止。没有粤语歌，他是老是唱老唱老唱，他就会越唱越好。后来我放弃了，谁点粤语歌我就咬谁。现在，哎呀，其实还有直播间，对，我要说一句，就是所有兄弟们，我跟你讲，你们要是再在我直播间说我是个阿姨，我就咬你。我跟你讲，唐老板，每天都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你是不是今年五十多岁了？因为你那个，因为我没有美颜，然后没有变声器，对，然后啥都没有，他们就天天说我是五十岁阿姨，整天叫我老阿姨，不是，现在叫我老狗。这老狗觉得是爱你的，我跟你说，就是他们的一贯的那个说法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我在其他直播间看到一个女生，明明看上去很小，阿姨你四十岁了吧，反正就是这句话。他们以为这样能伤害到我们，我们根本不在乎好吗？而且小白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都是一些小白。对对对，是不是？是的是的啊。谁说我们是老阿姨？讨厌你老 baby， 谢谢。对，老 baby， 我是中，我是，反正我是中年少女。真的，我其实年龄也比较大了，就是成精了嘛，一直成了精的。你肯定才二十多岁。别夸我了啊！没有美颜哎，我跟你说啊，没有美颜，我不敢见人，没有美颜。没有美颜不敢见人，我不怕，我遮着脸。主要是人家富贵这样就是不在乎脸好吗，人家是听声音是不是，所以当时他们说我什么都无所谓了，都没关系了。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像你那时候前段时间就现在也是啊，就是你一个人在室内你做到这么多人，你看我也是，我的粉丝多，但是我在室内我做也就最后也就三四万人，也就这样。所以在室内其实唱歌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前两天我们家小哥哥小姐姐跟我讲，有好多粉丝嘛，来直播间就是怼嘛，就是说啊，你是不是拉了人气啊，下来了，就是说风凉话呀，然后各种有人怼。但是我吧，可能是就是我看你的时间比较久哈，就我们互相都比较了解，然后我做了这几年主播，就我对这些话其实一点都不在意，就我感觉我已经是捡着了。我是我以前直播间，而且说明你火，真的火呀！这么多人黑粉来，直播间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然后上千人，就我感觉我直播间有一万人，就几万人，那我都是捡到了，我捡到宝了，还求啥呀？但是叫啥自行车？但是说实话，你就是当时候你特别，就是你。每天有时候你前段时间人气比我高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别人就会来到带节奏啊，什么富贵超越你啊，什么什么。其实我内心想的就是说，其实你出来的时候，你这种形式一出来，其实我觉得对抖音非常好，因为前段时间嘛，就是没有你这种形式的话，大家都才艺主播都全部都同质化了，你知道吗？就差不多都是唱啊、跳啊、户外啊，就看真的审美疲劳了。对对，但是你一出现就是马上就是转变了一种这种新的模式，你觉得对抖音的这个但还有一点，我坐在这唱歌它是有局限的，就相对于好多铁铁们就喜欢唐老板是因为他的多元化，然后包括他的舞台啊，他那么飒，就刚才我在直播间说呢，我说你要让我站在舞台上
像陶老板一样，我直播间人气可能是有一辈子都做不到他那个的高度，所以我就做自己擅长的吧。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你是蛮创新的，真的。我其实我不是创新，我是偶然。真的吗？我那天就是我那天，对对对，我那天就是我跟我们摄影师，我们几个人约好了那天休息啊，就是不播，我们要去吃海底捞。后来说你播一会儿吧，就是唱几首歌，说是不是时长不够啊？你播一会儿。那我说那我就播吧，我就捡起来一件衣服我就穿上了。然后我就在那唱，就从100个人到1000个人，我说别上人了，我要去吃海底捞了。然后我说如果一会儿要上到5000人不吃了，蹭5000。然后就后来那天第一天要涨到20多万，我也很惊讶呀，我真是我都没有做准备，我都慌张了，手心里都是汗、啊。我说那我怎么办？我就后来就这样了，因为他这个局限性太大了。所以金子总会发光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人问我，他说：“哎，你长英，你觉得富贵他的热度能多久？”我说：“富贵一定能很久，因为他是一个很懂直播的人，而且他是真的是有才艺的人。所以像有些人你知道吗？他突然间火了，他其实他自己都他是没有直播经验的，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你是挺会掌控这个局面，就是可能100万人给你，你也能掌握的游刃有余。我觉得你能够 hold 得住。对，还有好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花多少钱啊？对对对，哎，都是这样子的，真的，是根本没有抖音没有那么那个。有时候我去户外人气高，哎呀，不知道在户外投了多少抖加，我都不知道怎么搞抖加，真的，这不知道怎么买抖加。其实大家如果说想花钱就火的话，你们可以花试试。真的花钱火的话就轮不到我们了，说句实话。真的、如果只是花钱，经常说啊资本运作起来了，真的只有花钱就是能把一个人做到这样的话，那这每个人都是的，都能做到。而且我们俩现在同框了，想跟那些每天为了就是博眼球啊涨流量啊蹭流量的朋友说一句啊，不要总拿我们俩的视频歌唱的歌去对比，然后引得两家粉丝去对喷对骂，完全没有必要。我跟你说啊、你都我都到什么程度吗？就是4个框里面没有我、像里面的评论区都在骂我、哎呀没有唐毅我都不知道骂谁了。就是真是太过分了。然后所以说我希望咱们这样比较的这个视频啊以后其实不需要出，就没有啥比较的。那就像我说的，那我有的歌唱的就是不好听嘛，那不好听就不好听又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流量然后就引得粉丝们来评论，就是咱们家的也是啊，就是不要去唱。哎呀，我们唐毅唱的最好是吗？不要说这些。哎，这样以后我去跳舞，你们拿我跳舞的视频和唐老板跳舞视频，你们做比较吧。你们随便喷。谢谢神秘大哥，感谢。哎呀，今天让你加班了，哎呀，加班了20分钟，然后没有没有，其实我在这里面没连过麦，我很愿意跟你连麦啊。对啊，就等你呢，你不来我就不连。我那么再出去连花姐。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也想多认识一些朋友嘛。哦，谢谢对面6楼的小哥哥，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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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的，我觉得你们家的人现在反正咱们两家都没有什么节奏，我觉得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他们都很喜欢看你，在我们家的人说也喜欢看你，平时你们也可以，我没开播啊，怎么你们就去富贵那听歌听下歌啊。前天我们摄影师说在你那消费疯狂买洗衣液。完了，这哥们1年半载不用买洗衣液了。他说他买了几十桶。天哪，我们公司的这个洗衣液都是让你承包了，真的是。哎呦我的天，那我先去看看花姐有没有空啊，好不好？好好好，然后一起咱们互动一下啊。行，OK， 我等你，拜拜。谢谢我爬。我在干嘛？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干嘛？我是谁？我在干嘛？家人们呐，花姐，家人们，我疯了，我真的，花姐啊，花姐。
烦怒。好忙啊你啊，陶老板。好忙啊你啊，连你都连不到呢。没有，我刚刚跟那个浩北他们玩了一把小局。来，这个。好忙啊你啊，陶老板。好忙啊你啊，连你都连不到呢。没有，我刚刚跟那个浩北他们玩了一把小局。来，这个有人想认识你。啊，富贵是吧？对，我拉个那个几个人一起吧，好不好？拉个才艺主播。嗯，好，嗯，好。哎呀，咦，连线也不行呢，你们说的吗？可以加入。哦，可以加入，邀请主播加入。就放着就行了。再连一个谁呢，家人们？放那边。再连谁呢？再连一个谁呢？来了。嗨，花姐。你好，我是一个直播两个月的小狗，我是看你长大的小狗。花姐有看过富贵直播吗？我看你，我都模仿他了，你说我有没有看过？在模仿。不，这样，花姐和我们陶老板，你俩给我地址，回头给你寄两件披风。然后下次我们三个人连麦都带着披风，好吧？披风拿来。对，而且方便，这个披风我给你俩寄，我没有洗过的，还带着狗味儿，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富贵，我第一次，我家榜一现在的榜一大哥就是一我这个造型一上场认识的我。真的？不是对面大哥，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呀？我在这儿呢。唐毅，你要不要？唐毅，你要不要也搞一件？我这也有，你穿上看看，你穿上看。我去拿一下。我有有，富贵回关一下，富贵。哎，我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有吗？我没有啊。好了。那我们三个人吗？就。还有吗？可以，三个人可以玩吗？总唱花姐的歌，第一次唱见花姐，喜欢。还有谁？我就想听你唱一首我的歌就行。啊、哦，我想要点必须唱。还有谁呢？还有谁呢？啊？不要拉长得太好看的，那不是把我的颜值给弄下去了吗？真的，这花姐真的，给我也搞一个，真的，我没有。有卫衣吗？你戴着帽子、哎。啊，小姐来了，我接一下。哎呀，啊，小姐连进来了。啊，小姐连进来。今天海拉木老师播了吗？没有，他没播。等一下，二小姐连过来了。进来了。停一下吧。Hello。Hello。暂停一下。Hello。Hello， 唐老板，花姐，富贵，不是花姐，那是富贵，来，他是花贵儿、哦，花贵，富贵表妹，我是花狗，我是唐狗，我们这样唱歌好不好？嗯，来，二小姐你没有，不行，不带你了，二小姐没有这个披风。啊、你怎知我没有呢？来，要轮道具这一块儿，我的。来，我们四个人都这么唱啊，好不好？一人，哎呀，我的。我们四个人是才艺局啊，是吧？才艺局来。可以。四大美女，对。我怎么感觉我像个光头一样？来吧，唐老板，你的发际线怎么是不是熬夜熬出来了？我想这些没有暖和。嗯，我的发际线也挺高。该不得你戴。对啊，我们戴着披风就是把发际线挡一挡，都快秃头了。我现在熬夜小宝贝儿。发际线多的哟，这发际线是少的哟，真的。你像我这样吗？小鸡妈妈吗？哎呀。真的是，来，我感觉我像个卖鸡蛋的。我们四个玩啥呢？玩，嗯，都行啊。花姐来，先起头。啊，我听你们的。哎呦，我不懂，我们都不带皮盖的，快点说。啊，等一下，这样子吧，这样子好不好？输了的，
哦，不打 PK， 富贵啊。嗯，对对，不打 PK。我想的，因为我大哥都是葛优。想来你家长老有实力了，就是就出了个不开声卡唱歌。谁？不许不不，然后都跑了。秒的，我家没得秒，我家没条件。但是我不打 PK， 我点赞行不行？那我就不开声卡，我认了，我算了吧，那就不打 PK 吧。你们仨上，我在旁观。咱们就这样，一人来一首吧，那我先来吧。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拉低了这个三位小姐姐的 GDP。我来先打，不是，我来先唱吧，我才不要最后唱的。好，最后唱别人骂我。好，不准开混响，来开玩笑了。嗯，不行。哎呦天哪，我唱什么歌呢？那四个人唱什么歌呢？明天就有卖披风的找你做代言了，等等吧。找你做代言的，哎，你可以，富贵，你可以每天换着披风啊。今天红的，明天绿的，我有红色。哎，等一下，你们先唱着，我换个衣服，看我给你展示一下的啊。行，你去换吧，我来唱，我唱。那糖衣带货不真实，人家我的亲戚朋友全买我的货，怎么不真实？你告诉我，你给我个理由，你告诉我。我都买他的货，全部都是用我的货，我的东西怎么不好了？你告诉我啊。我们来唱一首。我都买他的货，我都买他的货。你都买我的货？买了，家里买一段的，对。唱一个，你的眼神好不好？哎呦，好冷。哎呦妈呀！你不免不小心啊！哎呦我的天啊！就免不小心啊，富贵，你这个脸露出来就咋咋了？找不到调了，等一下啊！淡淡的月光，淡淡的月光，没有美丽，它放弃就来。我也能几根抬头和你你贫穷伤心抹去就是行头多不能说、啊、淡淡的月光是没有美丽他放弃出来的雨我也难几根抬头和你你疲倦心事忘去就算来一首你的眼神送大家啊！下一位谁？哎呀，你们真的是比的呀！我的天哪，你们女人呐、啊，真的是、啊、女人在衣服上一定不能输，颜值输了，但是咱们行头不能输。来，再给我搞个金色、银色的，一起往头上戴。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是四个女人一台戏。来吧，这叫一路长虹的意思，是不是？咱们四个非要比。不要比，来吧，那我们花姐吗？你们先唱，我压轴。好，行，那我先唱吧，没事，我先唱啊。Okay. 我来个九点半吧，我来唱一首大家听不懂的歌。今天反正我像卖鸡蛋的，卖鸡蛋的。
上大东北。有点凉啊。这是什么歌啊，二小姐？这是海南，海南儋州小调，有没有儋州的朋友啊？哦，我发现你好，你的语言天赋好强哦，你是哪里的语言你都会呀、啊？其实根本不标准，如果专业的人听，我就是那边当地人听就知道不标准，这是我自创的语言。你怎么能？我感觉我都没有勇气学的呢。没事，只要脸皮厚就可以唱的，反正我不管它标不标准，我要唱。佩服你，来，明天抖音上就会出现抖音四大村姑啊，他们说的。我大哥叫王富贵，二哥叫王铁柱。来，那我唱一首《我等到花也谢了吧》。好。我比较擅长唱慢歌。送给我们四个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狗富贵，你们可以叫我小狗子。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吧。好。我比较擅长唱慢歌。送给我们四个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狗富贵，你们可以叫我小狗子。好听，谢谢。富贵，你穿了这个大花衣，我唱花这么悲伤的歌，我卡掉了。悲伤的歌，我卡掉了。我应该扭个秧歌的，是不是？嗯。大狗子美，那个大狗子浪。一起点点关注来，最后了啊，你压轴来，花姐。到我了哈，需要伴舞吗？来跳舞。来跳舞，唐毅。好。
来跳舞，唐一。多少次幻想，多少次奢望，爱修了死心塌地赌一场，温热的手掌紧紧抓住不能放，心甘情愿跳进这一场期望。天空下着雪，醉在马路上，谁能陪我喝一杯到天亮？破碎的眼泪每颗都是冰冰凉，就连伤心也是你给的宝藏。你给我关心下这碗，丢了心那汤，甘愿痛彻心扉，遍体鳞伤。上。哎，这个版本没有听过啊，花姐。这是原版吗？这个抒情版的呀。原版抒情的，原版有点是那种闽南歌的那种感觉啊，当当当那种啊。对对对，闽南歌它就很抒情，闽南风格的，对。好复古啊，这首歌原来，我这只听过 DJ 版，我没听过这个原版。原，对，那个 DJ 版的比那个抒情的要火一点，对。对，其实这个好听，很复古。感谢大家。咱们直播间宝宝们，我们二小姐，我们花姐，还有我们唐老板啊，他们都有自己的歌，而且我看贵阳二小姐出了新歌啊，谢谢。咱们会打榜的兄弟们可以去我们所有的平台上去搜一下他们三个人歌，然后帮忙去打打榜，评论一下，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富贵的这个天下有情人也上线了啊，富贵版本的，嗯。哎呀，富贵也出新歌了是吧？这都是挺羡慕花姐的那么多歌啊！我们就是作为歌手来说，就是特别想要有自己的代表作。哎，这是 我不知道你们急不急啊？不急的话，不然的话，我们要不然一人唱半首花姐的歌怎么样？可以吗？你想唱狂浪吗？致敬一下原唱，致敬我们唐老板的原。唐老板的唱歌也很多，我们二小姐也很多，就唯独我比较落后，我只有一首歌。哎呀，我要去努力了。会有的，慢慢来，慢慢来。嗯，我要去努力了。唱什么？花姐的，唱花姐的吗？花姐的歌，我跟你说，我不骗你，我真的唱吐了。然后花姐，我也唱吐了，我天天唱，我天天唱啊，我真的。然后你夸一夸我们行吗？行，可以。谁先来？都行。哦，唱花姐的唱吐了，唱吐了也得唱，唱吐了。花姐的歌你唱了都买几套房子了，你说？我要致敬一下偶像，致敬一下偶像。那行吧，富贵。啊，我先来啊。真的，花姐的歌我真的天天唱了，我真的是已经，那我唱，哦。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行。献丑了，我的姐姐。肯定没有原唱唱的好，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花姐。如果我的歌能有她这么火，我此狗生无憾了。啊，来。举起又放下的酒啊，就像我最亲爱的人，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想着我最思念的人。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手心里握不住的沙，何
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就浪迹天涯。一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就像天边月镜子里的花。喝下这最烈的酒，随便吧，随便吧。好，我就唱一小段。我们请花姐家的宝宝们啊，千万不要骂我，我是真的很喜欢花姐，是想致敬一下我的偶像。没有没有没有，谢谢。我们每个人唱歌有每个人不同的风格，都好听，真的。谢谢。嗯，来，富贵，你还没唱完，人家就说你的声音跟我像。呀，这么像吗？不，他们每天来我直播间说你就是唐毅，我说唐老板在直播呢，你跳一下他直播间，他们不相信。那我来吧，我来唱歌，花姐的这个来，与你无关。O 不 OK？ O 不 OK？ 慢慢就戒掉了你，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变得冷漠，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忘记过去，慢慢就不再想你，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原谅自己，慢慢就一刀两断，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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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唱一段吧，好吧，小妹。好的好的，这歌真好听。那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经常都在、okay. 对，我们经常都在唱那个花姐的歌啊。我们唱一首她的那个《真情永不变》吧。我们经常都在唱花姐的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听到花姐唱一首我们的歌、啊、那个二小姐，你那个段子我最近嗓子不太好，就是然后还没学会呢。你听到花姐唱一首我们的歌、啊、那个二小姐，你那个段子我最近嗓子不太好，就是然后还没学会呢，你给我点时间啊。好嘞，没事没事、啊、等你啊。好好好，对，大家点点关注哦。好，加一。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情不自禁的就会想到你。当年的梦已散去，青春也将随风去，只留下我们共同的记忆。别说你的心不会有涟漪，别说这只是一场空欢喜，让爱锁住你的心，别烦恼那些问题，时间会将我的爱告诉你。无论世界怎么变，真情永远不改变，一起经历太多太多难忘记。每当天空下起雨，你将潇洒地离去，留下你和我共同的记忆。花姐的歌她嗓子比较独特、哦、我们一般人不敢挑战啊、哦、我一般不敢挑战。花姐声音真的很独特、哎、没有对都在这里。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是致敬偶像吗？感谢花姐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啊、是的就是花姐要你就是说应该花姐幸好有花姐那么多歌让我们在直播间有的歌唱。是的是的，首先要谢谢你们都唱我的歌，真的要在这里感谢大家。然后就是你们挑一首歌吧，然后还是要狂一点的还是要甜一点的？那就狂一点的。狂一点的。我也是我想的狂起来，所有人一起甩头来、你尝试说我们这样甩头行吗？
富贵不爽。好了，可以吗？可以。可以来吧，好了，帅来！我岳富贵把头给你撩起来了。哇，这歌好眼熟，好耳熟啊！家人们，这什么歌？是狂浪吗？这什么歌，兄弟们 ？Let's go！ 不行啊，我甩不起来呀、啊。是狂浪吗？这什么歌，兄弟们 ？Let's go！ 不行啊，我甩不起来呀、啊。Come on！ 小鬼找我了，等一下，马上找他。收了，酷啊！谢谢，这收的这么霸气。你看，花姐和二小姐都是别人给放歌，我跟唐老板都自己放。你一看他俩收，这气势！唐老板户外的时候，那都不用说话的，他们的那个默契，一个眼神，收。这是因为我不会打字，是因为我不会打字，所以说我安排人给我放了。而且还要跟你说这个。因为你们今天都用摄像机的，为什么我今天用手机直播你知道吗？因为它不会压缩，所以我今天用手机直播。你们都摄像机直播，音质压缩的很厉害，你们唱歌。是的。好嘞，咱们一起点关注的那个富贵都推迟一个小时了啊。点关注。没关系，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唐老板啊，感谢带我认识花姐，我们二小姐，谢谢大家，也感谢我们三家粉丝啊，大哥们给富贵送的礼物，感谢，谢谢。好，咱们都一起，我们相互点关注，相互点一下关注啊，点关注，别带节奏。好，那我们下次再玩喽。好，下次再来，好，拜拜，拜拜，唐老板再见，一路畅通，小姐，你们三个好过分哦。怎么了？都是村姑，凭什么你们三个又美美的啦？你是最靓的狗子、啊。我又变成了村姑，拜拜。就你最好看，最靓的，拜拜。拜拜，啦啦，散会了啊！哎呀，散会，四个女人真的是，四个女人，我跟你说，就是其实最近呢，就是很多男明星嘛，你们知道的，就是全部在长沙，就是在长沙录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你知道吧？然后呢，前两天，其实我跟信老师，就是信哥嘛，跟信哥其实都有联系。然后上两个星期我请他吃饭吃宵夜嘛，然后请他吃宵夜，然后他就说吃饭吃宵夜嘛，然后请他吃宵夜，然后他就说化妆师都说了啊，这个录《披荆斩棘的哥哥》和《乘风破浪的姐姐》差距太大了。我说什么差距呢？他说我们那个，他化妆师说，每次姐姐们一来到现场就问我今天穿什么，我今天戴什么，我今天什么造型、啊、一定要看自己是穿什么造型啊，别人穿什么造型。然后哥哥就是，然后他们就开完会就走了。化妆师说啊，你们不看你们穿什么衣服吗？啊，无所谓了。就女生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就女生都是就是想要自己美美的。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唐毅，如果是你去参加，你会在意吗？我说很在意啊，就很在意啊，是不是啊？女生都是在意这个东西的，带这个服装啊，什么什么，这没办法的，宫斗剧的这样。啊，打小鬼，你们一说打小鬼，整的我们都有实力一样，等一下被别人揍了，真的是。
富贵为什么不露脸？就这是他的一个直播方式啊，是不是？就像我从来不穿短裤短裙一样，这是我不想啊，不想啊。别问那么多，人家为什么不露，人家为什么不露，这是他的一种直播方式，直播风格就是这样，是不是啊？哈。然后你们又再来带节奏了，唐一比花姐唱的好，真的，别这样好吗？现在你这是那些八卦主播越来厉害了，拿我跟谁比你知道吗？拿我跟韩红老师比，拿我跟费玉清老师比，这咱们的档次是上来了吗？天天拿我跟那些原唱比，我的天哪！暧昧之心，女生是这样，很在乎自己的这个。一服装啊，造型啊，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放过自己，慢慢就与你无关，慢慢就戒掉了你，慢慢就习惯孤单，慢慢就接受分离，慢慢就与你无关。家人们发现没有，用手机播，在室内用手机播好，稳得住人呢。是吗？用相机播稳不住人，可能用手机播的状态好一点啊。打小鬼啊！最后一下一定要卡到啊！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从小学舞蹈的，就是对节奏感是特别敏感，就是一定要每个拍要打到哪里，每个拍要打到哪里，就是一定要这样。什么？有个粉丝爱，那当然了，每家的自己的粉丝家人们肯定是喜欢自己支持的人呐、啊，哈，是不是？因为你们每天都跟我在一起，你们的心里是容不下别人了啊，是不是？没大哥在不打打，啦啦啦啦啦。我们来唱首歌吧，家人们。其实我想给你们唱抒情歌，但是我总是没有机会唱抒情歌。我很想给你们唱抒情歌，家人们。嗯，如果唱抒情歌，有人想听吗？就是一定要打架是吧？一定要打架是不是？啊？啊？你在干啥呢？